说云溪瑶还成了嫁给大反派姬楚的富裕郡主啊，青稞。众人皆知阿楚凭一己之力颠覆南境，可却无人知晓这背后的心酸和凌辱。上，这些年来有多少人要杀败我，不计其数。都怪我，是我让姬楚经历了这些，现在我终于知道没有无缘无故的恨，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患。只要她不再是华清阁，就不再是三弟的王妃。殿下与其他皇室之人截然不同，是夕瑶心中最好的男子。小青，你说等故事结束你就会离开，那如果我们的故事永远不结束，你是不是就可以永远陪着我？轻吟一句，轻轻如风，微微作响。夕瑶知道殿下心有所属，但很多事情是不能用值得来衡量的。我还有好多话没跟你说的，我还没有看到你放下仇恨，我不能离开。殿下。